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一箱好居负责洛杉矶的顾问。今天由我来给大家进行 Villas at Playa Vista Montecito 公寓的 VR 看房讲解。公寓建于2016年，靠近奥蒂斯艺术与设计学院和圣莫尼卡学院等多个院校。这是一个高端公寓，有24小时的安保和管理人员，可以随时解决大家的问题。有5个独架式游泳池，可提供健身课程的健身房和瑜伽室，还有24小时快递柜、烧烤区、私人餐厅和酒窖等设施。公寓一共有5层，有309个 units， 提供1B1B 和2B2B 的户型。现在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。这里是公寓的健身房，健身房的区域非常的宽敞，可以容纳很多名同学同时进行健身。健身房的设施也非常的齐全，基本上大家使用到的设施在这里都能够找到。这里是健身房的另外一个房间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健身需求选择不同的健身设施去使用。这里是瑜伽室，女生们可以在这里进行瑜伽相关的练习。健身房的这些设施大家都是可以免费去使用的。然后我们去看一下泳池的情况，公寓一共有5个游泳池，可以满足不同同学的需求。泳池旁边也配备了许多躺椅，可以进行日光浴和休闲放松。然后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公寓室内的情况，这是一个 2B2B 加凳的户型，就是2个卧室、2个卫生间、1个客厅、1个厨房和1个小的储纳间。一进门我们看到的就是公寓的厨房区域，厨房的设施是非常齐全的。厨房里面有为大家配备好的橱柜、灶台、微波炉、冰箱、洗碗机等等设施，这些都是公寓为大家准备好的，可以直接去使用。厨房的旁边是客厅的区域，客厅非常的宽敞，而且配有落地窗，方便观看窗外的景色。然后我们一起看一下卧室的情况，卧室里面和客厅一样是没有家具的，大家可以自行购买置办家具。旁边是一个非常大的衣帽间，储物空间非常大，可以放置自己的行李箱和衣物等等非常多的东西。卧室的旁边是洗手间，洗手间的设施也是基本齐全的，有浴缸，还有洗手盆等等，都是可以直接去使用的。卫生间的区域面积也是非常大的，足够大家的日常使用。然后我们再一起看一下另外一个卧室的情况，卧室里面也有一面落地窗，可以欣赏窗外的景色，依然也配有一个非常大的步入式衣帽间，可以储放自己的各种衣物和行李。这个卧室也是配有一个独立的洗手间的，这一个洗手间里面洗手盆和浴缸等等设施也是非常齐全的。这是一个标准的社会型公寓，是不带有家具的，而且是需要整套出租的，也就是说你需要找到一个室友和你一起合租。另外公寓是可以饲养宠物的，每个 unit 最多可以饲养2只宠物，大家额外的去支付宠物的押金和租金就可以。以上就是本期 VR 看房的全部内容啦。